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把我的温德推上巅峰，烧上特卖区，然后每周限购。这个有 UR 的万能碎片，全部买起来，没问题。有钻石，又有强者招募券，不错。五包全部买完了，这个彩钻真的没什么用啊，我的彩钻实在太多了。来，各位，今天老爹的这个疾风温德攻击力已经来到了357万，几乎都已经练到最满了，练到最满了，然后。现在只差这个阵营专精、系别专精跟级别专精，来，直接启动，再突破，继续疯狂启动。这个是加攻击力是不是？来，不管啦，反正我就是要把它提升到最高为止啊。看我的心数多少，我就是拉到紧绷，助力角色一到达三星，来，三星是吧？轻轻松松啊！再来，特工五阶，哦，这是特防啊，特工五阶，继续。合成，再合成，继续突破，格斗六阶啦，助力角色一到达四阶，没问题，小 case。然后，温德，四个。再突破，继续！哇，这个格斗的不太够，没关系，阵营专精来。这个是特防，所有的资源给它灌下去了。这次温德会陪我们很久啊，不要舍不得这个资源哦。五阶。五阶特防，再来，至三星级到达五星，靠腰哦，靠腰，没关系，这边这个要格斗，格斗专精，来，背包，这个材料老爹很多啊。格斗，哎，我这个格斗很少哎，很少哎，靠腰，300个格斗，我的系别专精很缺耶。怎么系别专精这么缺啊？来，合成，这边要8个，我靠！哎，这真的很缺耶！会不会不够啊？
300。再300。天哪，原来我的识别专精这么缺哦。60，这边缺5个。好，刚刚好。这个特工八戒来迎圣灵，各位观众，顶级的疾风温德，他这边自身的哦，这个要专武才能再突破啦。那么现在最强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，打造最顶级目前就这样了，没有五星之前，没有专武之前，最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来，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的无尽战区，老爹刚刚哦还打输这个什么街头街尾啊，来直接找他报仇。最近这个金属骑士啊有点嚣张哦，晕得乱七八糟。来，现在很多人都放金属骑士啊，不过老爹放的是原子斩啊，因为有这个温德的特工加成，崩坏特工，所以我还是坚持用我的原子武士。来，老爹的球棒4亿3000万，没问题。再来，原子斩啊，2亿1000万，我就不相信斩不掉你的金属骑士，怎么可能打输啊？再一个原子斩，1亿2000万，对面的钢铁骑士杠了6个，直接晕到3只啊！靠腰，晕得乱七八糟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晕哦，难怪大家都玩金属骑士啊。又来，他又来了。好，一样是3只。哎，怎么一直来啊？够了没啊？晕到4只啦，我的妈，难怪大家都放这个啊，烦死了！好，再来，老爹的炮手全部都被晕了，他还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哎，难怪我会打输，这晕的太扯了吧！都给你晕就好了。对面的菠萝面包。1亿3000万，换我了吧，硬实力干爆你啊！我的气已经满出来了，都放不掉啊！原子斩，2亿3000万，老爹的温德，哇，2亿7耶，有点凶。我们的球棒8亿7000万，再来，我就不相信我还会打输你啊！看到没有，3亿6000万啊！我们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战力差，我就不相信我会打输你啊！不要再来啦，钢铁骑士，他又晕到4个啦！他又晕到4个啦！天哪，这么打、啊、没问题，想办法把他的钢铁骑士给打倒啊！老爹的球棒2亿7000万，水妖、哦，
他这个奇奇怪怪的阵容怎么那么耐打、好，再来，换我了没呀？他的钢铁骑士一直钢好烦哦！怎么都一直打不完啊？我的原子武士椅子对啦，难道老爹要放弃原子武士吗？一样跟他放个钢铁骑士吗？哦，他的钢铁骑士 is dead 啦，这样应该就赢了吧？不对，他还有火鸟啊，又回来啦，又运到我啦，天哪！哦，好像可以哦，我们直接快转到决胜负的回合。天哪，各位，我一直被晕啊，一直被晕的乱七八糟啊！当初为什么我要练原子武士啊？我放钢铁骑士就好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一直晕呢、搞个屁啊，又被晕啦，怎么办啊？我是不是也要开始玩钢铁骑士啦？欢迎留言告诉老爹，你看他啦，妈，你看他啦，真的这么一面走到这边，你看他啦，我们下部一面见，大家拜拜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